见。对。来走了。洗脸的，然后刮橡树。好，他的谁好呀？好，那这个我们如果要买这些东西，就在那边看。它、啊、这边的话，那就是鱼肝油，然后关节的，还有玻尿酸，还有刚刚讲的寒天，这个在这边。好，我就跟他们讲，他要帮我写单，去前面柜台那边结账。好，结完账之后在旁边拿。这药品这边呢、哦，他是在。好困啊！一个人分钱用，那就好了。啊，去干贝糖，啊，伊许个干贝。干贝，你头来看，迄毋是干贝。是我迄个青的，你看。青的无。有什么需要吗？
你消费个7800。